这个市长的这个坐车，因为这个有一些违规哈，我觉得其实本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一些违规的行为，该罚款就罚款。那我一向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三月份、六月份跟十一月份都有不同的违规行为。那这个钱呢，都是我自己交的，所以请大家放心，我没有在用公帑来缴罚单的。这第一点，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心动时刻天文教育博览会。的这个活动很开心，看到许许多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在礼拜天的时候来做这么好的亲子活动，更感谢我们中央大学还有成大的许多老师来投入，来让我们的这个国中小的小朋友能够有一个最好的天文这个基本这个理解。那这些天文知识能够让他们在小小的心灵里面有对整个宇宙浩瀚的宇宙有基本的了解。下进行倒数，那在倒数完毕之后，再麻烦我们贵宾将手正式碰触星球灯。我们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来一起倒数。倒数完后，我们要念出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玩转天文，天文好好玩，可以吗？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倒数，3、2、1，请放住星球灯，玩转天文，天文好好玩。玩转天文，天文好好玩，然后比赞好不好？来，玩转天文，天文好好玩。